我是来给你们送礼物的，你们可以去吧。难道是遥控的吗？ 怎么还有一个？我真是醉了。领队先后派出队员乘坐小黄鸭竞速出发，拿到水中专属的畅青酸奶后到达圆台，最终拿到畅青瓶子且留在台上人数最多的一队获胜。每轮游戏限时5分钟。 现在呢，请为自己的队伍起一个队名。我们要精春鱼石流。这是呀呀呀！太王了！好，第一组准备，三二一。来来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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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二组准备。 司明月，你赶紧，他们来了一个男的，2个一起弄你，你就下去了。第三组准备。 你把他拽下来呀！他过来找你，拽他腿，把他拽下来。前面留点力。凯哥，哎，还有睡过，还有睡过。另外一定有两个人在上面了。先帮我拿着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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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第二轮开始，
来，三二一。哇，他这样摇啊！第三组准备，三二一。你这个男人嘴骗人的鬼，说好了要把我往里，我拉你上来。来，我也过去，好吧，咱们都走，我也不动你，你也不动我，咱们都走。和平共处，说好了，好吗？军事协议，好不好？我不弄你，我也不弄你，你不弄我，我也不弄你，不动你，不动你。你不动，跟我们的人还。哎，他帮我下。哎，好，我现在打地鼠，打地鼠模式。行行，知道。哇塞！宇哥，你自己在上面骑。
本轮游戏每组和共派两人进行循环战，攻方手持锅盖，守方戴小鸡头套，若守方三次内被击中则攻方获胜，反之守方获胜。最近在戏上吗？在。有假期吗？修复的假期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修复的假期。那怎么办啊？开始了吗？一二三。戏上，好，来下一位，请海上姐妹花队派出队员。该出姐妹了。哎哎哎呦，我就往脸上糊，哇，他直接就。这个人太坏了。哇，你现在好稳啊，这怎么都不会分心。哎，我的妈，有点害怕。不能太近啊，那个。不近不近不近，你看。我的妈，有点害怕。不能太近啊，那个。不近，不近，不近，你看。我现在跟他说话。可以。谢谢，谢谢。来准备，谢谢，开始。谢谢。来准备，来准备，开始。这就开始了吗？再见了吧，拜拜了。还有最后一个人，你还有最后一个人结束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我，还有我加我来，不行了吧？难受难受。无敌是多么的寂寞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嗯，有战术，有战术。你这肌肉有点紧，轻松一点。啊意思啊，好，那你就追踪他的脑壳，追踪我的脑壳，请追踪，请追踪我。哇，我这么着，这么着，我这么着，这么着。你冲他的脸，你冲我，你冲我，你冲我的脸，你冲我的脸。恭喜三亚海王队获得了最终胜利。追下。哎呦，我就往脸上糊。你这肌肉有点紧。你冲我的脸。成员们在行进的飞伞上串一串珍珠项链，最终项链上每两个颜色相间的珍珠可获得3分。
塞，有点高啊，我感觉。我现在可以做任务了吗？可以做。因为是我们三个共同完成，我得先给最后面打一个死结，免得下来的时候交接的时候他们把柱子弄掉，再打一个结，打了一个很大的结，应该掉不了了。哇，还要高吗？完全没有压力，一点都不害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简直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收到。风景好美啊！收到。他们又要搞我，又要搞我，又啊，又要搞我，又啊，又搞我，搞我。完了，关羽哥没有是黑白相间。穿成一条两种颜色相间的珍珠项链。关羽哥，黑白相间。你说什么？颜色相间。啥？颜色相间。黑白相间。黑白黑白。没告诉我呀。快点，现在。又找我。没人告诉我是黑白黑白啊，咱们上来。我看你也是在穿，我觉得你穿的挺好，结果不是，我没听见。我去，哇，穿这么多啊！游戏分三轮，每组每轮派出一位队员，根据指令吃掉相应菜品，减少重量按第一轮吃掉菜品重量的两倍，第二轮三倍，第三轮五倍，若吃错一次增加50克。第一名得3分，第二名得2分，第三名得1分。请上菜。哇哦！哇哦！挺好的，蛮好蛮好，好素啊！你们既要保证尽量吃的多，还要保证吃的准确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第一轮，开始。吃木耳，吃木耳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吃？吃。吃金虫草花。这么快？吃菜胆冬菇。吃一颗山椒。什么？哦。什么椒？吃一颗山椒。不吃荔枝，吃西瓜，不吐籽儿。吃莲雾，喝原味畅清。嘴里串味儿了。吃金虫草花加西瓜，不吐籽儿。不吐籽儿。吐3颗籽，疯了！王哥，你这是无籽西瓜。你刚刚说不吐籽，不吐籽儿，不吐籽儿。别人一下车比吐3颗籽。吃金虫草花加西柚百香果味畅清，吃西瓜。西柚百香果。吃荔枝加莲雾。荔枝荔枝荔枝。莲雾。
好的，我们第一轮结束，来公布一下成绩。吴谨言的菜剩4000克，宋明瑞剩菜是3.97千克，白宇的剩菜是3.8千克。总是赢，生气了，我要跟你。宇哥是真饿了。吃木耳，吃金虫草花，吃西瓜，加荔枝，加冬菇，加西瓜，喝原味畅青。但是白宇吃错了9样。宋明瑞呢也是9样，吴谨言吃错了6样。第二轮的任务叫做定量减负，每组三人在品尝美食结束回来之后，三人的体重和出发前相比增加刚刚好1公斤就算成功，获胜队伍即可获得2分。2斤畅青肯定得喝，这一个是215，215克，430。哎，干杯，请先喝。哎，我觉得什么都没畅青好喝，我还是喝畅青吧。然后我再吃最后一个青菜，咱上。71.4。69.7。63.1。长了10斤吧。204.2。204.2。刚好。刚好。哇。Oh my god。刚好。1公斤不多不少。不想赢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累了，我真的累了，我有竞争的感觉。军心似我心，默契考验。一组选出2人，戴上隔音耳机，在不使用肢体动作前提下，一人进行关键词描述，另一人通过口型和面部表情猜测，累计答词最多的组获胜。来吧，咱俩来吧。怎么说啊？说啊说啊。范丞丞，6个字，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六个字，六个字。然后开车，科目1，科目2。范丞丞爱睡觉。嗯。科目一，一米二。科目吃不饱。好难受这种感觉。范丞丞咋了？考驾照。范丞丞很高，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这个啥。你的形容能力太差了。4个字，我自己。4个字，等会儿，停一下。白宇没戴上眼镜，他看不见。我说好，我来，四个字，一下，疼了。后两个字，白宇戴上眼镜就不一样了，就升了一个 level。歌名，什么？王菲，绿色，绿王菲。哦，这个放弃，我说不来，这太难了，这题。咱换吧，我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怎么？你又嫌太晒了，你是，所以你才想过去是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胸。不，心。哎，心心相印。不，哎，换一种说法。心有灵犀。哎，对，对吧？对了吗？还是厉害的。狗，不是狗，跑，狗，踹，狗，走，狗，木，哮天犬，边牧，贵宾犬，狮子狗，啊。
米二的狗。一米二的狗，金毛。一只狗，吃肉。狗狗，口水鸡。没事，总拆家。口水鸡，拆椅子。三个字，口水鸡。啊，真的。身段游戏，游戏采用回合制。游戏开始，嘉宾需喊出自身代号，并做出随意动作。说完的同时，将指向其他嘉宾。被叫者需重复以上指令，依次循环。最后留在场上嘉宾获胜。请各位给自己起一个昵称，名字要和戏曲的角色有关系哈。戏曲角色。对对对。你们好没好？我们七十口号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已经想好了。你们先喊，来，我先喊，来。我们是那刘备卖鞋，关羽卖刀，张飞卖萌。我叫贾宝玉，贼。赵子龙棒，赵子龙棒，好吧。赵子龙棒，对。七仙仙女，诸葛亮嘎，吕奉先踏，踏，春香，那我就叫团子不圆。张飞卖萌抖脖子，张飞卖萌抖脖子，张飞卖萌抖完脖子，诸葛亮嘎，天外飞仙。诸葛亮嘎，天外飞仙。诸葛亮嘎，诸葛亮嘎，天外飞仙之后，刘备卖鞋，原地打滚。滚两圈，刘备卖鞋滚，刘备卖鞋滚，刘备滚，滚，给我滚，给我滚，滚，诸葛亮杆儿，诸葛亮杆儿，唱唱唱，诸葛亮杆儿唱唱，诸葛亮杆儿唱唱完了，张飞卖萌，张飞卖萌。我想不出来了，我认了。好，接下来从张飞卖萌开始。张飞卖萌动耳朵，张飞卖萌动完耳朵，吕奉先得动耳朵。我不叫得，师傅坐呀，快点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，得了，坐坐。我早就看上你了，坐。有问题。我们继续从先序开始。吕奉先踏弹舌头，吕奉先踏弹舌头，吕奉先踏弹完舌头，刘备卖鞋弹舌头，必须得弹那么响。刘备卖鞋，刘备卖鞋，没完。吕奉先踏，吕奉先踏。哇！怎么翻啊？这个吕奉先踏我，吕奉先踏翻完，刘备卖鞋奥特出击，快点！刘备卖鞋奥特出击，刘备卖鞋奥特出击，刘备卖鞋，吕奉先踏翻，吕奉先踏。算刘备卖鞋，刘备卖鞋，奥特出击，刘备卖鞋，奥特出击，刘备卖鞋，奥特出击，吕奉先算刘备卖鞋。半分钟前好像见过这个画面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哥，我坐下，我真受不了。我腰快断了。来，刘备卖鞋继续。刘备卖鞋翻，刘备卖鞋翻，也翻死他是不是？刘备卖鞋翻完，贾宝玉得翻，贾宝玉得哎呀翻。好气。刘备卖鞋凑不多手，刘备卖鞋凑不完都手完了，春香十三响，哎。春香怎么又十三响了？哥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不是有特殊任务？
间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谁谁谁谁？第二轮由诸葛亮尬开始。诸葛亮尬风车，诸葛亮尬完风车完，诸葛亮尬完这个叫刘备卖鞋，刘备卖鞋，别招他了。刘备卖鞋，来回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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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诸葛亮。诸葛亮干饭，非要招他，别招，别招他不就完了？我真翻不了。诸葛亮干饭，诸葛亮干饭，诸葛亮干饭完之后，刘备卖鞋，赵子龙棒深蹲，赵子龙棒深蹲，赵子龙棒深蹲，诸葛亮干，嗯。诸葛亮嘎，诸葛亮嘎完之后头有点晕。你选个女生会对你好一点。七仙仙女。Hello。七仙仙女。It's me。七仙仙女打滚。七仙仙女打滚，七仙仙女打滚，七仙仙女打完滚之后，诸葛亮嘎饭，诸葛亮嘎饭，张飞卖鞋，张飞不卖鞋，哥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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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。你终于错了，哥！你终于错了。等七仙仙女继续。七仙仙女手指头弯。刘备卖鞋，把腿放在头上。把鞋脱了，把鞋脱了，相信我，把鞋脱了。我试试，我好像行，我感觉。你看啥都行。爸，没看出来你骨骼惊奇啊。这你放不了，你再往上掰。你别掰折了，一会儿。我感觉你好像想使一个寸劲儿，好像。这不是寸劲儿的事儿啊，弟弟。这不是个寸劲儿。听了你说。咔嚓。走。呀呀呀呀呀呀！走了。走了。不回来，想使一个寸劲儿。贾宝玉得，哎呀，贾宝玉得，哎呀，好，刘备卖鞋继续。刘备卖鞋跳，刘备卖鞋跳完，赵子龙棒，咋就翻呢今天啊？赵子龙棒，翻。关羽卖刀，嗯，滚，后滚后滚。关羽卖刀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些人个个身怀绝技啊，一个都招惹不了。赵子龙棒深蹲，赵子龙棒深蹲完之后，刘备卖鞋，人这样过来，然后倒着翻一个。然后再翻回去，这是一个很耗人的游戏。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发了，摆了，标了，兵了，奔了，北了，坡。还有一段绕口令。炮了，兵了，并了，排了，北了，边了，跑。炮了，兵了，怕了，把了，标了，兵了，碰。标了，拼了，罢了，蹦了，爆了，兵了，炮。可以，你可以，宇哥没问题。刘备，卖鞋，先翻。然后翻完，滚，再前滚翻，滚完，前滚翻，再接侧手翻，然后左，侧手翻，好，再接一段绕口令，走，八了百了奔了标了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奔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炮，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，好，继续，
赵子龙棒大风车，赵子龙棒大风车，然后春香来蛙跳，春香来蛙跳，来三个，赵子龙棒下腰，嗯，啊，下腰，那、拼老命了。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不至于，不要姐，何必呢？不是姐，不是姐。三爷，手扶着地。这个太拼了，我很难。你帮我一下来，帮我一下。你要来试试，试试。你真要来啊？试试，慢点。我就绑着你啊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认输。请七仙仙女继续。七仙仙女踢腿，然后又要开大了。那个啥，又要开大了。刘备卖鞋。完了，这还有小助跑。刘备卖鞋。哎，你别给我看，哎。哇！跪了，上叉，跪了，就是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，这个就男的能做的都很少。刘备卖鞋，哎呀，还是哎，还试一下啊，宇哥，我要加助跑啊，还要助跑，我别，这样会撕的，这样会撕到的，别，刘备卖鞋，哎。不可能啊，做不到的。对，我认输了，这肯定做不到。对。那接下来检验你们学习成果的时刻就到了，我们要进入终极的眼风对决。参与游戏者参考播放的影视片段，相互瞪眼进行飙戏。游戏中首先眨眼的一方淘汰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能原谅我。哎，都是这种很经典的哎，我不能。你这么轻易就对他们真的全程没眨眼，这俩演员把我们这些日子的感情全部否决了，你太残忍，太狠心，太绝情了。我残忍，我狠心，我狠心，我绝情，我绝情。好啊，那儿有个又温柔又多情又善良的如萍，你去爱他，你去追他，你去保护他，你去安慰他。你说你演的谁？我随便你说。那我演男的吧。啊。行，来开始啊。啊。我说了那么多，你还是不能原谅我。不原谅。那你想要我怎么地？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？那边不是有一个范学生吗？你可以去找他，他又善良又漂亮又。又好看，又漂亮，又帅，去找他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是这么说的对吧？我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听你的指示。你不能听我的指示。程程，程程，程程，回来！哥看不见了，程程。我看你眼睛里边饱含泪水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睁眼。我也是，我也有泪水。那咱俩这有泪水应该相拥一下。好，那这一轮是白宇获胜。啊，我获胜了吗？接下来由白宇挑战王凯。还是这一段戏？对对对。凯哥，你要演谁？那你演男的吧，刚才你演的女的吧。哦，好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不原谅我？别瞪眼睛说话。我没有瞪眼睛。我眼睛本来就这么大。哦，是吗？是的。你开始跟我说的什么？我炸了。你要逼迫人家回想一下。哎，不服来自来想。不服来自来想。还有不服这现象。你把眼睛摘了就好了，你要摘你看不清楚的。那宇哥，你要说从早上那一趴你就不服，那我们不完蛋了吗？好了，来再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不原谅我？你说啥了？刚才一直是我在说。你再重复一遍，也许我可能会原谅你。
好。其实，我比他们都好。好在哪里？具体你知道。今年多大？今年29。家住哪儿？你在干嘛？你是警察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什么时候离开过你？你是谁？我是你刚刚跟我提出分手的那个人。是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的事，我完全不记得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说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个警察，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请把警察证掏出来，我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给你提供，我刚好像眨眼了。你们从一个爱情的片段演到一个警匪片儿，也是厉害。这一轮比拼呢，由王凯获胜。玩一那个跑马呢，不是属马呢？你玩？我一点不会。就是你看啊，咱先把属马变成拍蚊子，就是，哇，几只蚊子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下呗，随便几只都可以。对啊，四只，他们俩知道4只蚊子，4只蚊子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听出来的呀，数的。拉倒吧你。几只蚊子？那我问你，来，再来啊！那我问你啊，几只？一只，两只。我问你们啊，这是几只？十只。四只。为啥呢？嘿嘿，你以为你不会吧？不要告诉他，千万不要告诉他。哎，你们就玩过这个，我没玩过，欺负人。那你看这个，这里面有几只？有病啊你！不知道。佩服，各位都是大侠，厉害厉害，佩服佩服。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手里呢有真心话和大冒险，我们一会儿一人抽一个，抽着什么就说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先洗下牌呗。那就助理洗，那让我助理给你们发。爱死你我！来，每人拿一张来。喜欢自己的哪个部位？对自己哪个部位最不满意？喜欢自己的胡子。我最喜欢下巴。那最不满意呢？眼睛吧，眼皮儿。一个单一个双，哎，我也是一个单一个双。我觉得你的眼睛嘛太小。在座最讨厌的人是谁？能说吗？看看这个主妇人告诉我。又爱又恨吧。这个不算，再来一个。你最受不了别人对你做什么？你现在的样子我最受不了，你这个恶魔！你想说什么？你再说一个吧。我讨厌你。我讨厌你。哎，哎，我不吃这个，你给他吧。凭什么？就放到他那儿，必须得吃。人家精心为你做的，还得吃完。你要对得起人家的劳动成果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讨厌你了吗？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浪费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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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